锵锵三人行，哎呦，徐老师来了啊，跟张明，你们俩在一块儿啊，我得当左派。这个往往我发现你们俩凑一块儿，节目就有右倾的危险。没有啊，从观众看过来，我这边是左，你他这个才是右。哎，我是你是总在中央的，对。在政治上，你们俩是两个大右派，也提醒人民要警惕你们。但是还真是，最近徐老师还有人夸你呢，就是说呀，你们知识分子啊，其实应该上电视。对社会发言嘛，老是扭扭捏捏的，咱不都说发挥什么公共知识分子、独立知识分子的作用吗？所以我就说啊，你电视这个，你们这知识分子不来占领这阵地啊，那不就是我这种小人占领阵地吗？所以人家有人说徐老师这方面有勇气，没有做得不好，人家做得好的呢，是为了电视，把自己的研究哈，就着电视来发挥，那才是比较红的。我们这种呢，老是借电视说自己的话不好，边缘化，边缘化。行，那今天呢，看看你们俩借自己的知识来发挥发挥一个话题。什么事？这话题咱说过呀。前一阵在香港的时候，我们还说，华南虎啊，你都想不到啊，不年化吗？不说，还你看你都知道新的华南虎这个事儿。那个时候咱们跟文道聊的时候还在说，说特别奇怪，为什么这么一张照片的真假呀，成了全国一段时间新闻的头条呢？当时分析的原因说是十七大嘛。十七大一般是新闻的这个淡季，也最大的是十七大的新闻，所以其他的新闻显得淡，是因为。但是如果说是这个原因的话，为什么从咱们说了一直到现在这些日子以来，关于华南虎的新闻和讨论，不但没有降温呐，不断的花样翻新，到现在还是那么火。这就以前说叫放虎归山，后患无穷，因为有人管加料，燃料都往里加，你知道吗？我先给你们两位概略了解一下这个事件的这个发展，一步步是怎么到今天的，咱们来瞅瞅。你看，您配的这个音乐很好，好。哎，我觉得真是活在今天这个时代啊，特别有幸运。没事走啊，这好多中国人民的想象力啊，好家伙，这个极大发挥，甭管，而且我们观众想象力也特丰富。我就发现好玩，就我倾向于它是假的，但是我发现中国有个特点，就是什么呢？你越是大的事件，造假水平它越低。怎么讲？你看上次汉芯事件。弄个芯片，国外买过芯片，然后把人家把字儿磨掉，这大字出来了，好大一大事件。这个呢，哇，拿一个年画造商，就民工水平造假，也不见得是、哎、一定是年画，说不定是真的。对，不是现在人家就是很大争议，叫年画门事件，说那个是那个跟年画上那个老虎啊，怎么一模一样？我当年做这个文涛拍案。当时的报道曾经说过，就周正龙一个人，咱们都不相信。就假如说人家是造假的话，周正龙一个人造不了假。对。但是呢，一般提出来的两个关键人物，说是小舅子，两个小舅子，一个小舅子呢，就是当地的，好像是一个什么局长，经贸局长什么的。据说周正龙拍这个老虎的那个照相机啊，就是这小舅子给他。后来说呢，还有一个小舅子，那个小舅子是在当地开照片洗印店的。而且你知道这个县呢，搞喷绘好像是搞喷绘的。这个县一进门啊，有一个大的广告牌，电脑喷绘的广告牌。原来广告牌上就两句话，那意思到我们这儿看风景，吃什么蘑菇，他那儿大概有一种什么特产。后来呢，加了一句话，因为有专家到他那儿找华南虎之后啊，县里临时又加了一句话，就是闻华南虎啸。就等于这是我们县一个招牌哦，旅游卖点。没错。然后他那个小舅子说，当时这活是他干的，就是县里广告牌上的那个华南虎，是他这个小舅子的这个店呢给冲印的。他说那是从网上找的
华南虎，但是他说你看周正龙的这个华南虎啊，你到网上找找，你肯定找不着。结果现在呢，在年画上找着了，是吗？不，从积极方面看，有很多好效果啊。我是看积极的方面，现在大家就关心了环保嘛，这配合和谐社会环保主题嘛。嗯，我看到深圳的报纸啊，飞机上看到整整一版讲这个华南虎，我就跑来，其实它毫无关系，它讲深圳野生动物园有多少华南虎，然后现在很多人呢就跑到野生动物园去拍。啊，然后还专门有人指导怎么拍出这个角度，就周正龙版的，在一定的时间拿了那个照片，拿了照相机，凑到那个养的华南虎的那个角度，就那虎呢还站起来一下，把他们全吓跑了，等等诸如此类，整整一版。你说的对，这和谐社会啊，就是这个华南虎事件吧，它一开始它就政治化了，不是啊，不是说。他不是说这个网民，不是说网民给他政治化了，因为网民他不是老质疑他政府的问题嘛？政府你是故意搞的嘛？其实不是的，政府自己把政治化了。说什么呢？叫胜似出猛虎。哦，有这个，哎，他这个说法是胜似出猛虎，哎，这个有胜似出猛虎。对，那多年不见了，二十多年不见了。哎，邓小平时代以后就没猛虎了，突然现在出一猛虎，那就跟非洲现在是盛世了。非洲多少年盛世了是吗？原始社会，在咱中国的传统，在中国社会，就是你只要哪个皇帝认为是自己是盛世，嗯，他就会出些新的东西。以前是出家和，什么叫家和呢？就是一个古树上长好几个穗儿。哦，对，家和，对，那个吉兆。你说我是盛世，地方官就纷纷往里献。你看我们这儿长三个，你说这我长五个，我长十个啊。后来还有一个官员特有意思，献了一个石头。说给皇帝说是盛世出这个石头，这石头怎么做？那石头是就其实是红的，说忠心耿耿。还一官说你那石头忠心耿耿，我们这石头全造反。那时候董建华做特首的时候，有两个地方声称是他的故乡，嗯，然后有个地方就找出一块石头，就说原生的跟香港地图一模一样啊！我天哪，盛世出这玩意儿，但是。我跟你讲，他这个你要说这个盛不盛世我不知道啊，但是你有没有想到对一个小地方的这个改变，乃至于对一个家庭对一个人的这个改变，就是一个事情在那个小山村里，陕南的一个大山里一出现，这个小村子啊马上表现出招待所旅馆都不够，对，几百个记者那几个到处乱转，商业力，然后呢周正龙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改变了。因为呢，每天原来每天起来不是种菜，不是现在网易15万买了他那个照片，然后他还不同意嘛？我看到最新的报道是这样，有40张上去，他现在到公安局报案了。就你说那个深圳那个这个拍的野生动植植物园、啊、顺德有一山庄啊，你知道专门跑到大山找到周正龙跟他谈，就是说呀，我们那儿有一个动物园，不是有一个动物表演团马戏团，邀请周正龙当副团长。马戏团副团长，然后就是说呢，说我们盛世出猛虎，就顺德那边全民玩纸老虎，顺德那边准备了3只东北虎，还不是周正龙是华南虎，说3只东北虎，然后跟周正龙说，我们提供给你一个2000万像素的相机，你到我们这儿来拍，我们来看看你拍的跟那个真的究竟有多大的差别。但是后来那记者跟他家来聊天嘛，周正龙说，但是这个马戏团副团长呢，月工资不太高，我们不太想去，还是模模糊糊说你看湖南那边现在请我去找东北虎，说给我50万呢，给我50万找东北虎。当地也曾经说，据周正龙讲，说你发现一个老虎脚印儿，奖你5000块钱，然后呢，你要是拍到一个老虎的踪迹，奖你20000块钱。他要真找着那老虎啊，就围着带着老虎转，那脚印越多越有钱嘛。没错，现在周正龙找到老虎的屎呢，那100万有风险，有风险。现在我那天我看南方周末嘛，周正龙现在就是每天早晨一早晨跟那个新闻发言人似的，什么活不干了，坐一板凳院子里一坐，哗啦啦十几个记者跟记者聊，老婆在后边发牢骚嘀咕。说家里活都没人干了，整天采访，整天采访。然后周正龙还跟记者要采访费呢，要采访费，这记者不是不干吗？当地的县里的那个宣传部的干事就打电话说：“周正龙，您有点觉悟啊，那么多记者跑我们县里，那要钱？”哎，我跟你说，最近我们子墨
那个社会能见度采访周正龙。周正龙这个人挺有个性，你看看他在采访里说的话挺逗的，我给你看一下。你从农药进口那个皮质枪，你说这个东西是假的，你拿人头担保，你给我写到纸上，我会准凭你不管我多长的时候打一只老虎，我打一只老虎弄着车包到北京拿到天安门广场上，那你又是一家的人头在那儿给我砍他。你说这时候啊，他这个林业陕西林业厅把这个原本的71张照片夸全公布出来，哎，那你觉得这是什么想法？哎，要是说造假的话，人家猜他应该心虚啊，那怎么他已经走上这个路了？我们的就是他只要说这个可能性，这种纸老虎这个背后呢是有这个政府的参与，那么可能就是犯了第一步错误，他就会用第二个错误来掩盖第一个错误，盖不住再搞第三个第四，越来越升级，一下推出这么多照片呢，让你原来不是集中一个照片什么年画吗？嗯，这不就混乱干净乱一下。你还是假定说这个事情大概是假的，可是地方部门在这中间获益，所以他们现在要为这个辩护，然后网络这个提供了大家揭露真相的这个一个条件，这是一方面。哎，这我觉得还不一定是这样，我觉得这件事情啊，真假就是不弄清楚是最有利的，对他们，他要弄清楚是很容易的。你说这个传媒啊，我到最近还昨天还看一个事儿，最近好些人骂说是这个什么央视咱也别说，没有一女主持人就画了个水墨画，画了个水墨画呢，就是赠给一家企业，因为这个企业是这个中央台的那个广告的那个标王，嗯，你明白吗？但是呢，为什么网上很多人就开始骂这个女主持啊，说你这个就是说因为这个媒体的这个拼接啊，这个事儿就变成了啊，他的一张画等于值了4300万还是4600万，4000多万，你明白我这意思吗？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媒体要看你怎么讲这个故事，比方说我要说他这个企业是投资广告最多的，他是标王，所以说呢我们赠给你一个礼品，这是一种说法，但是这个标题呢也可以说成是就是因为这个礼品弄来这么多广告，张明的一张水墨画能值几千万的这个广告吗？画这一下不就开始，而且后面还有联想，那是女主播啊，那真的是画在起作用吗？等等，没错，最近萨科齐也迷上女主播嘛，你他这个就是其实说你说的对，就说有就是，但是呢他这里头呢有个问题，就什么，就是说他这个原来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肯定是地方政府想争一个保护区，嗯，他有利益嘛，嗯，因为现在我们的财政体制就是这样的，你这个钱在中央，你地方要花钱，你要骗，你要编故事，就我们都编故事，我们大学也是这样的，我们要必须项目下播，嗯，你得就编故事，我们自己都说编故事，编故事来骗钱，大家底层也知道，你就编故事，嗯、啊。但是关键是因为跟你关系好，编的不假，哎，但是你怎么样编的像还是不像？嗯，他这个编的不太像，编的不太像以后炒出来以后呢，现在就是说另外一个目的了，炒出来我知名度高，我地方知名度高啊，对不对？嗯、我还另外一个好处啊，对不对？就算最后揪出来是一个骗局也没关系啊，无所谓了，这个地方也热了，他是无他无伤大雅，你知道吗？最后那个也不会有什么多少人来承担责任，因为这个不是没有大伤害嘛，媒体更高兴了，网民也高兴，他有娱乐性啊。对，不会让你吵。我跟你讲，他说的，要不说你们也是，你们都是学者，我认为你们知识分子应该在电视上啊，大声呼吁什么精神呢？科学精神。为什么讲故事能蒙人呢？这就是最近，我就觉得，你看，从文革之后吧，好像还是从知识界提出一个词儿，哎，就帮助我们清醒很多，就是提出一个词儿叫常识，常识的重要性。就是很多时候，比如说像那天我看陈丹青来做节目，都是在说。说比如说这个咱们国家什么都是新的，媒体也比较新，这个变革也比较新，我们公众啊对于媒体的信任度啊也比较新，它不像是说是比如说在西方国家啊，这边比如说一般人对于报纸上登的或者什么样的刊物上登的，它有一种距离感，还是有一种距离感，不见得就是说你说的就真的是这样，但是你看咱们现在讲故事就真能把人忽悠了呀，而且讲故事你知道吗，忽略我现在就是发现呢，太多人给我讲故事了，你知道吗？你跟谁一吃饭，你给我，哎呀文涛，你能从凤凰独立出来吗？我说干嘛？他说
我这你知道吗，我手头啊几千万美元的这个基金呢、啊、那个外国那个老板呢、啊、把钱给我，我花不出去啊，他整天催我赶快你得在国内找投资啊，哎呀我找着你了，我跟外国老板一说 entertainment 是吧，他说哎还跟我讲说中国的来历，没错，徐老师，他就讲，你说你是什么？说你看人家鲁豫是中国的 opera， 这我一听老外全懂了。你文涛，你得救一谁？你说你是中国的 leader 吗？还是中国的拉里金？好，你要说一个，我回头我回英国，我跟我的老板说去，他就是中国的拉里金，咱们 entertainment， 我让你当总经理。这，哎呀，听得我觉得不听他的很亏啊，你知道吗？这认识大动哦，我说我这凤凰这点工资，难道我在外边市场上能值这么些钱？值得考虑，值得考虑。可是你知道吗？就是这所有的朋友，甚至包括中国很多单位的领导，你发现没有？他喜欢跟你讲，喜欢跟你讲故事。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听故事呢？我就看到一个民族你的科学精神的缺失。我也曾经跟外国人讲过故事，完全不灵。外国人一问就是哪一天呢，是吧，下个月的哪一号，你的这个资金能不能到位啊，你这个资金的账户在什么地方啊，你个老板是谁啊，你而且你能不能给我一个文案呢、啊、你的计划书啊，这其实都是科学精神。 我不是有一次跟你讲过，我在飞机上听到两个人聊天，一个人在讲有一个可以赚10亿的一个炒作的方法，另外一个旁边人听得很高兴嘛、嗯、这两个人在飞机上刚认识的啊，到我下飞机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真的已经半信半疑在问问题，我就在想，你就是没有 common sense， 他有这样的机会他为什么跟你说呀，简单吗？因为整个社会已经就是缺乏常识。为什么呢？我们很长时间想钱想疯都是在这种忽悠，嗯，就是说你顶上我们政府也忽悠，领导也忽悠我们，嗯，完了互相之间，他们之间大领导小领导互相忽悠，嗯，完了你忽悠来忽悠去吧，你实际上你就忘了，都戴假面时间长，你就固定在脸上了，你就忘了你是谁了。嗯嗯嗯。哎，彼此都忘了自己是干嘛的。然后一个香港人问我叫什么叫忽悠，就解释这个词儿哈。啊。后来我们想半天解释不清楚，后来阿成旁边说了一句叫天花乱坠。嗯。原来才想起来，我们讲的忽悠就不单是吹牛，要吹到非常高。哦。你明白？要高了以后我们才被他迷惑，小吹不算，忽悠是要天花乱坠的意思。那不就是放卫星吗？放卫星嘛，这放卫星你能信啊？嫦娥奔月了嘛？就是你能信，就是没想到 你相信。我觉得你会撒谎，不会撒这么大的谎，对不对？是啊，是啊，就是。而且他关键他自己有这种接受机制，就是因为他经常他也忽悠别人。窃国者侯嘛，对。什么叫窃？不是，这话又犯政策错误了。不，没，这很早以前古人就说过了，你偷块玉呢，你就是强盗。对，你偷了国家，你就变成窃钩者诛，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是吧？那你说是袁世凯可以啊？从袁世凯，我就说袁世凯，不说别人，我不说别人。中国了，一切都光明正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周正龙现在成了中国这个找虎英雄了哈，这个好多人出了这事儿，你说就外围的，这好多不是恶搞这个华南虎的嘛，就现在恶搞文化嘛。但是你知道最近引起一个争论，因为风闻啊还没得到人大确认，风闻成都市的这个园林部门呢，准备向这个还是已经向了人大就申请要立法，立法的内容主要是因什么而来呢？有个熊猫人，是个艺术家，名叫赵半迪。他搞的一个时装秀在北京，拿熊猫做造型，但是其中呢出现了贪官二奶还是什么人，你看看这个，你看这照片，你看这是贪官，这像啊这是个熊猫脸了，再你再看下边，说这是三陪女，其实模特嘛，这三陪女这再看下边，哎，这是听网上说的啊，说旁边那女的是照着雅尔彻纳姆扮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但就是说。这事儿啊就又引起愤怒了，你知道很多人就说怎么能拿熊猫恶搞呢，国宝嘛，这侮辱我们那个熊猫的这个文化嘛，好像是因为这个，所以呢就准备说立法来就是说不准以后不准恶搞咱们的这个国宝熊猫。
他应该什么呢？应该让那个熊猫提出这个诉讼，找律师来打这官司。你侮辱我猫格，熊猫。有人就说，如果真的立法了，那将是对熊猫最大的恶搞。恶搞，为这事儿还立法。而且熊猫作为我们的象征，也还是外国人提出来的。嗯，中国人原来是龙嘛。嗯，对不对？对。不过是挺尴尬的。我听说，海外很多华人就是为了改变外国人对龙的这个负面的印象，做了很多努力。就是西方人把龙啊看成是很恶的东西，嗯，他们就去拼命去宣传。嗯，然后当然另外一种就是把熊猫作为自己的形象。不过他那个提案是很可笑，那真是非常可笑。但是啊，就现在不就说嘛。就是恶搞有没有一个界限的问题，很多时候人们说是恶搞是为了开心，但是呢也有人评论就说是你现在这个开心实际都弄成恶心，那有人说这后现代文化呀，恶心就是开心，你们怎么看？中国关键是没经过现代化就进入后现代，所有的问题就在这个地方。现代化给你一个社会的基本的精英啊，有一些基本的价值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根本就没建立，连人权、个性、个人自由都没建立，就已经有了后现代，有了这些东西。不过既没建立就开始解构，对。不过既然搞，那就搞吧，没关系。其实大众会选择。你比方说恶搞，效果最好的是搞无极。哎，原因是他因为他恶搞的对象本身有点恶搞。对，所以你也有人搞色戒不起作用啊， 对不对？人家不会受他影响啊。嗯，搞什么东西效果和你搞熊猫没关系的，我们还是喜欢熊猫，不会因为这样的不喜欢熊猫，对不对？所以这个不关恶搞的事情。但是你说像这样会不会跟呢、啊、一般人的一个，就像你说的一个人为人的一个基本的底线，或者说甚至说有些时候说你这个人的这个品呢、啊、品高不高，你这个人品要是不高，你以为那些装模作样一本正经。